下来这是 basement，这个是一个卧室，然后厨房都是全新的，房东完全新建好的。这是洗手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也有橱柜，一个卧室。然后这是 basement 的门，从这里独立出入。这面是一个厅，所以 basement 是两室一卫一厨一厅。从这里侧门进入，这是上来的是一楼，这是厨房，完全新的家居，卫生间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回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厅，对面还有两个卧室，每个房间都有壁橱，这是一个套房，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，淋浴室的，这边还有一个卧室。都装了分体式空调，也都有壁橱。楼梯上来这是二楼，一进来也是一个厅，往左手边走有个卫生间，有一个小的卧室，有壁橱，分体式空调。隔壁还有一个小的房间，也有壁橱。对面走过，这是一个套房，有壁橱，还有阳台。隔壁也是一个房间，有大的壁橱。有阳